真的哦。啊，看不到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稍等一下，这样好不好？我们稍等进。好，后面的看不到，对不对？大家稍等一下下，好不好？我们等媒体拍一下下之后，我们待会就让大家看得清楚，好不好？嗯、所以呢，这个我们一直想要阿斯卡要来自己来公布成绩， okay. 我们要请阿斯卡面临我们的残酷舞台。好，这边有彩带，待会阿斯卡就要往下拉，我们要喊三二一哦。等一下哦，还没喊，你不要急，要喊三二一哦。OK， 紧张吗？有点紧张。OK 吗？你觉得成绩会多少？好现实哦。对啊，就是我觉得我很开心有这么多人来，然后其实我觉得就很贴心了。就这个成绩，我想我会继续再加油，然后继续再加油，对不对？不管看到结果是如何，一定要会继续加油。那我们待会要闪换台三二一，请阿斯卡就坐。对对对对对，来三。等一下，我 Q 才顺嘛，你们这局还没好不好？站前面吗？好，那阿斯卡我们站中间一点好了。OK， 好，来三。对对吗？各位摄影大哥，来三二，等一下，好，好紧张哦。今天呢，阿斯卡来公布销售的成绩，但是我们今天请了另外一个特别嘉宾，我们请阿斯卡面对停车场，谢谢。这位特别嘉宾是谁？跟阿斯卡有很大的关系。阿斯卡待会看到他会非常的紧张，会小鹿乱撞。让我们欢迎，不能怕哦。是美女吗？听身边人再讲个两句话。你好。你好。他是谁？你们昨天明明还促膝长谈很久哎。欢迎大头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今天有这个庆功宴唱会。对。来为阿斯卡站台，是啊是啊，因为他一直都有过来有一些活动，就是我们今天知道有这件事，我就一定要过来。对对对，之前方大同在德沃表演的时候，阿斯卡特别去聆听阿斯卡的表演，聆听方大同的表演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很喜欢方大同，而且他有非常棒。OK， 但是呢，方大同有听过阿斯卡的音乐吗？有。那你要不要讲一下你对阿斯卡的感觉是什么？其实我觉得最听说就是他的歌声很能带动感情，而且很有威力，我觉得。OK。非常的好。对。未来在音乐上面有可能有谁做交流吗？为什么会看你在紧张什么？因为那里真的有偶像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真的有支持，那不是不是，很高兴要来。而且希望，其实今天我也不注意唱片大卖，因为已经卖很好。我最近在未来的日子，成绩越来越好。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哇！有了方大同的加持，当然我们有歌迷的支持之外，我们阿斯卡的成绩就会更好。但是呢，听说两个人昨天在我们这个流行音乐奖上面啊，聊了非常多。如果有一天阿斯卡去这个香港宣传的话，我们方大同会尽地主之谊，好好的照顾他。对啊，我可以带你去一些鲜老师的地方，让你吃好吃的东西。对啊，吃好吃的东西是吗？我们炖奶。